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面。那么第八面我们讲到禅定度啊。那么首先讲到禅定的自性。那么禅定的自性呢，就是一所依妙善所缘，心一净性，心正暗处。那么这个地方呢的重点在这个妙善所缘。那么这个禅定呢，它必须是要强迫你的内心呢、是安住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不能这个在所缘境变来变去的。那么这个所缘境的选择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啊，就是在天台寺的大师说啊，修习禅定啊的所缘境有三个。好，第一个是以佛法为所缘境。那么佛的所缘境呢，基本上在净土中呢或者密宗呢，强调这种他力加倍的所谓的本尊相应法。那么多分来说呢，都是属于以佛法界为所缘境，也就是说呢，他这个修持啊，他是偏重在一种佛力加倍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是这个修文殊菩萨的本尊相应啊，你是希望跟文殊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必须以文殊菩萨的身相、文殊菩萨的名号为所缘境，那就是所谓的三密加持的啊，就是你的这个身、这个内心呢、是观想文殊菩萨的身相，那么口业呢是持文殊菩萨的本尊咒。那么身业呢就持结他的手印啊。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以阿弥陀佛为本尊的话呢，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以弥陀的圣号为所缘境啊。所以他这个以佛为所缘境的时候啊，他是观想佛的功德庄严啊，然后升起一种皈依的心情啊。这是第一个所缘境，以佛法界为所缘境。第二个是以众生法界。那么前面的佛法界是一个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众生法界是一个杂染的法界啊，就是以这个众生的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为所缘境啊。不在现在南传的佛教啊，小乘的佛教大部分都是以五蕴啊，特别是以这个色蕴，就是这个以这个呼吸为所缘境的多啊。那么对于众生法为所缘境的时候呢，他的心情在安住在所缘境的时候呢，他多分都是用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察，是一种呵责的厌恶的心情啊，不像对佛法界、是赞叹好要皈依的啊。所以这个众生法界也是一个所缘境啊。第三个是心法，就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即空即假即中啊，以现前一念心性为我们所观察安住的境界。那么天台宗呢、禅宗呢，这强调观心法门的，就是以心法为所缘境。好，那么天台寺的大师认为说，佛法界是一个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众生法界是一个杂染的法界，那么心法呢是通于杂染，也通于清净。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所缘境的选择，有三种的选择。那么什么叫妙善呢？妙善就是说，你这个所缘境必须对你来说是契理契机的，契理契机的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对来生的目标的规划是要求生净土，结果你念地藏王菩萨，这个就是不契理，因为你的因地修行跟果地的功德不相随顺啊。地藏王菩萨并没有发愿要摄受你，要到临终的时候接你到净土去，所以诸如地藏王菩萨、观世音菩萨只能够当作一个助缘。所以印光大师在文超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师父啊，我们求生净土啊，我们念阿弥陀佛跟念观世音菩萨这两个佛，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印光大师说，你念阿弥陀佛是直接的契入弥陀的功德海，就集众生心投大劫海，你这念心直接的投入弥陀的功德海，因为这个佛号本身就总持弥陀的功德。
那么你念观世音菩萨呢，就是一个间接的方式，有观世音菩萨跟弥陀是不同的因缘。那怎么办呢？那你只好靠自心回向啊，念观世音菩萨再把这功德回向。但是印光大师说，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很难做到，我们打妄想。所以你念观世音菩萨要求生净土啊，就要扣一点所得税，因为你没办法自心回向啊。就是你念100句，可能其中50句是求生净土，就扣点所得税了啊。所以说，这个你的所缘境必须，你的证控要清楚啊，它必须是一个契理，你的生命规划、来生的果报跟今生的修行是一致的。第二个契机，你要量力而为啊。比如说，你这个我们凡夫梦华众生啊，心思出众，你就一定要观想观相。那么这个观想观相的所缘境是非常的精妙维系的，所以就不契机了。你以这个持持名号为契机，好。所以你在修习禅定的时候的成败啊，在你刚开始选择所缘境也是很重要。那么当你选择的所缘境是契理又契机的，那么这样子我们叫做妙善所缘。这个所缘境对你是特别的妙，所以说啊，我们讲说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说是什么是妙法？智者大师说啊，在所有法门当中啊，84000法门啊，哪一个法门适合你修？这个法门对你说就是妙法，啊，就是契机就是妙法了。啊，治病就是良药了，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禅定的差别。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禅定的差别相貌把它做一个解释。问曰：云何是菩萨尽力波罗蜜多种性相？就是什么是成就禅定的一个种性的相貌呢？那么这当中呢，我们分成两大科啊。那么第一大科当中又分成两小科，先讲内在的习性，再讲外在的相貌。先看第一科，这个禅定内心的习性。为诸菩萨信依法义，能审思维，不堕善乱。那么就是说，这个菩萨呢，他把这个世俗的事情做完以后啊，他觉得说啊，一个人啊，生命难可贵啊，不能老是在这个世间的长老空过。他想要让自己的生命啊有所增上，增长智慧，所以他就在这个法义上呢，他会做一些功课啊，不管是在业果的道理，对于空性的道理或者真如的道理啊，他做一些定课。那么他这一念明了的心跟这个法义的这个道理接触的时候呢，他有两个条件啊，必须要记住啊。第一个，无多善乱，他内心当中呢没有太多的善乱，他内心有一种极静的力量，就是他很快能够把善乱心停下来。他有他的内心当中啊，善乱心特别的淡薄。好，当然这个人平常也就是少欲知足了，不会到处攀缘了，才能够一到这个佛堂的时候马上把心静下来。好，那么第一个就是无多善乱，第二个能审思维，他不但是无多善乱啊，他内心当中还有一个明了性，能够在法义当中啊做种种的思维活动，他不是一种暗顿的啊。这个无多善乱能审思维啊，在佛法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这个人的内心有堪能性，他有一种修学佛法的功能，它的功能特别强。比如说这个一只鹿，这个一只鹿跟一只牛啊，牛的力量比鹿的力量大，就是牛能够拉更多的东西啊，它对相对鹿来说呢，这个牛是有堪能性，它的力量强啊。就是说你们两个是同时出家的，你们两个也同时的修习戒律、修习佛法，相同的时间，经过一年以后，你的成就比他大很多倍。所以同样的佛法，同样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有堪能性，你内心当中在吸收法义的时候、思维法义的时候、消化法义的时候，你比他更大，你能够把法义消化
转成你内心的光明智慧。为什么呢？就是你内心当中啊，多生多劫啊，你的内心啊，对于法义啊，无多善乱人生思维，你本身有禅定的种性，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禅定种性的成就啊，就看第二段啊，它所表现的一个相貌。那么这当中呢，分成两段，先看禅定的因相，再看禅定的果相，看禅定的因相。那么因地的相貌当中有三段，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前方便，我们看。若见若闻阿难若处三言临首边际卧迹人不暇习离恶众生随是愿末变身失恋四处安乐出离远离常以出离及远离所深深爱慕。那么就是说啊，说怎么知道这个人有禅定种性呢？说这个人啊，若见他或者外出的时候亲自见到啊，或者他没有见到，他听到别人说起啊，说某某地方啊是一个阿兰若处，这阿兰若就是极静处，所以有哪一个地方特别极静啊，啊特别好休息。那么什么叫极静处呢？这以下呢，在一切四谛论就提出了三点。第一个，三言临首边际卧具，就这个地方它是在一个山林道场，而且是在一个边际的卧具，这个卧具就是房舍了。这个边际呢，就是远离人群的房舍，这个房子它不是盖在这个闹区了，它是在一种森林的道场啊，山林的道场，这是第一个，远离人群的嘈杂。第二个，人不暇习，那么这个地方呢，知道的人很少，就是没有什么观光客了，人群稀少啊，啊，特别的没有这种人车的吵杂声音。第三个，离恶众生啊，不但是环境边缘啊、边地，而且人群稀少，而且这个第三个条件呢、啊，没有旁边邻居当中没有放逸的众生。放逸的众生呢、啊，他生命当中也没有什么要增上的目标了，就整天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呢就吵闹到你这个修行人了，就没办法安定下来。所以在修行的人不能够跟放逸的众生住得太近，因为会干扰。那么这个菩萨呢，听到这种所谓的阿难若的极静处呢，他呢随顺厌末变身失恋。大家看到，哎呀，这个地方啊，对我们这个对于厌末，对于身心的极静啊，是相随顺的哦。那么他内心当中呢，就动了一个念头说啊，四处安乐出离远离，哎呀，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安乐的处所。为什么呢？出离远离，出离呢？就是一种色身能够出离种种的吵杂啊，色身不会受到这些这个吵杂的干扰。第二个，远离，远离是内心能够远离种种的妄想啊。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虽然一时半刻不能到极静处去修行啊，但是那内心当中呢，对于这种出离远离随顺于身心极静的处所深深爱慕。这个人他虽然他生长在人世间、啊、有很多的事要做、啊、对，到处忙东忙西、啊、但是他内心当中呢，好要极静的处所，不喜欢热闹的处所、啊、那么这种人我们可以判定他这个人过去生、啊、曾经有修过禅定，也成就过禅定种性、啊、这是第一个判定标准。第二个，性薄烦恼诸盖轻微出众磊落至远离处思量之意心不即为诸恶行事之所缠绕。所以这个人怎么知道他有禅定种性呢？他的习性啊，他的烦恼习性啊，
特别的轻薄。什么叫烦恼轻薄呢？第一个，诸盖轻微，粗重磊落。这个第一个是讲到这个盖，这个盖呢是烦恼的现行，就是烦恼的现行活动呢会盖覆我们禅定的内心。好，也就是说呢，这个人当然身为一个凡夫了，一定是有烦恼的了啊。那么你用这个非理的境界去刺激他，他有时候也会发发脾气的哈。但是他的烦恼轻微，他就跨过以后就算了，就没事了。好，他不会把这个障碍放在心中太久。第二个，粗重磊落，这个粗重就是烦恼的种子，啊，就是这个烦恼没有表现出来啊，是一个种子位，啊，这个也是一个指标了。一些世论论说，一个人呢，啊，烦恼跟罪业特别重的人哦，他心没办法安定下来。只是你跟他讲话，你跟他看他做事就是躁动相，他一静下来就是睡觉，就是昏沉，他很难让自己明了寂静，不可能。因为他那个这个所以说，啊，为什么你看我们临命终的时候啊，说是一个人死亡以后啊，善业起现行的时候啊，他的这个整个气啊是往上升的，是最后是头顶上跑出去的。因为善业啊，善业的体性是轻飘的，所以我们造了善业以后啊，我们内心就多了一个善业的种子，这个使我们感到轻松的感觉。诸位你试试看啊，你要造罪业了以后啊，你内心会有一种粗重的感觉。这怎么回事呢？因为罪业的体性本身就是粗重，所以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罪业起现行了，啊，他的那个地水火风那个火大温度啊是往下坠，是从脚板出去的，就这样子的啊。那么就是说呢，你一个人这个烦恼跟罪业不能太重，这个随顺于极尽呢，啊，就是你这个人烦恼轻薄啊，他随感觉到这个人你跟他接触啊，就是一份调柔极尽的相貌啊。那么他这种人就是烦恼轻薄，粗重磊落了。那么到这种极尽的处所啊，他思量这个心中的法义啊，不会被这种粗重的形式的妄想之所缠绕。这个人就是一个禅定种性，烦恼淡薄，思想单纯。好，再看第三段。以其赝品善能速其安住慈心，况以清品及重用品，若见若闻若有苦众生为种种苦之所逼恼，起大悲心，以彼众生随能随力方便救拔，令离众苦，一助众生心之乐事，利益安乐。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禅定种性怎么判断呢？说这个人他依到了冤家的境界啊，那么他尚且能够安住在慈悲心，就是说，啊，即使是对他曾经伤害的这些冤家，这个成就禅定种性的人，他也能够对这个冤家释放他的善意。我希望你离苦得乐，虽然你对我不好，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离苦得乐。那么对于冤家如此的，何况是亲属跟重用的境界呢？啊，就是这个禅定种性呢，啊，的特色就是这个人慈悲心强。那么这个当中呢，把这个慈悲心的相貌再把它开展出来，就什么叫做慈悲心强呢？若见若闻这个苦恼众生啊，那么这个众生为种种的痛苦之所逼恼啊，这个众生啊为这个老病死折磨了，灾难折磨，他就能够很自然的升起大悲心啊，那么乃至于对众生啊随能随力方便救拔，他这个采取他的行动，希望众生离苦得乐啊。那么总之呢，这个人遗诸众生心智药师利益安乐，他欢喜布施，欢喜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利益安乐。这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禅定种性啊，不但是烦恼轻薄而已的，就是你还要有慈悲心。好，在所有的烦恼当中啊，在这个主要的烦恼贪嗔痴慢啊，贪烦恼不障碍菩提，不障碍禅定心。说你修禅定的时候升起极尽的三昧乐，
你贪求三昧，不障碍禅定。啊，你这个请高慢心，你认为你自己不得了，谁也比不上你，也不障碍禅定。啊，乃至于你起邪见，啊，在禅定当中啊，认为你这个禅定的心是就是我，就是涅槃，也不障碍禅定。但是你起嗔心，你绝对障碍禅定。诸位可以试试看，啊，比如说你经过一个月节消三个月用功很极尽啊，念佛念法念身，内心啊明了极尽，极尽明了。你跟人家吵一顿架，你再去修就没办法相应了，就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这个刚开始修习禅定的人啊，要远离这个恶因缘，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你跟你这发起嗔心啊，是最障碍禅定的。哈，好，再看最后一段：亲属衰亡、丧失财宝、杀父禁闭及弃兵等诸苦难中，心能安忍。啊，就是这个人不但是有慈悲心啊，他忍力特别强。他对于这个亲属的衰亡，对于丧失财宝，乃至于有种种的这种关闭啊、欺兵的种种的苦难现前啊，他有安忍心。啊，这个安忍的意思就是说啊，他不一定是有空观呢，啊，不是一定把这个境界能够观察到是如梦如幻的，而是说这个人啊，他平常的生活当中啊，对于外境的执取比较淡薄。一个人有禅定了，他的特色啊，就是内心有法宝，是那样的，把心带回家，他心中有一个家了，所以他有事没事呢，就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休息。所以他平常跟外在的境界啊，好坏的境界，他就是比较淡薄。他有事没事就喜欢把双腿一盘啊，就回到他自己心中的家去休息。所以这种境界有一点变化啊，财务的变化、亲属的变化，对他的干扰是非常的轻的，啊，是这个，他不是波累，是完全是禅定的摄持。啊，那么以上呢，就是讲到禅定的种性的相貌。这个再看第二段，讲到禅定的功德相貌，是什么是禅定的功德相貌呢？其性聪明，以法人受人持人施，成就念力。已久所作所说事中，人自尽意令他矣。那么他的心性呢，啊，特别的聪明，特别的敏锐，他那个现前一念心性呢，啊，特别的敏锐，不会迟钝。什么叫敏锐呢？他对于种种的佛法，人受人持人施，成就念力啊。这个受呢，就是领纳在心。你跟他讲什么佛法，他能够完全领纳在心。我自己啊，在办佛学院呢，我有个感觉，就是你在上课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看出哪些人是刚来佛学院，哪些人是佛学院住很久。这怎么知道呢？你看他上课的时候啊，两眼花直啊，呆滞无神，这两个眼睛就像是没有生命的感觉啊，他眼睛盯着那个，就瞪着你看啊，但是那个眼神呆滞无光啊，这怎么回事啊？他也没办法，因为他内心当中被他的初衷妄想蒙蔽了。所以很多人跟我讲说，说教务主任啊，你这个上课啊，你在这佛堂一直讲一直讲，我第一年的时候都不知道你要讲什么，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啊，原来你是讲这件事情。为什么呢？这个是必经的过程，就是他没办法领受，就是他内心当中想要修学圣道，想要明白佛法成就智慧，但是他心中呢，心有千千结，哈，他内心当中啊，心起很多的妄想，缠住了他内心跟佛法中间呢，啊，一大层的妄想，这个就是你要熬得过去的，百忏修复，这个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慢慢慢慢，你会觉得妄想轻薄了，这个时候你那个明了心特别强，你看到事情的判断力、觉悟力那是不得了，跟你刚出家就不一样。所以一个人成就禅定的人，他那个领受的心特别强，
他对那种感觉，他也不一定是说神通，他对事情的就有一种特殊的直觉，这种的感觉特别强。那么他对于这个法义的领纳特别强啊，那么不但是能够领受，能够持，一持不失，他不会事情过了就动不动就忘东忘西的啊。第三个，能够思维观察，他不但是能够一时不失啊，他对于很多的这个世间上的事情道理啊，他能够做很深入很维系的去思维观察，他能够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啊。总之呢，他内心当中能够成就一个清净的念力，就是铭记不忘。那么以酒所作所作事中，人自己亦临他矣啊。那么对于这个发生过很久的事情当中啊，他还是能够记忆，而且能够有善巧方便，也能够使令他人记忆，他能够把这个境界啊，假借语言文字啊，再把它演说一次，让对方也能够回忆啊。如是等类，当知名为菩萨尽力波罗蜜多种心相啊。就是当我们能够具足前面的禅定的因地跟果地啊，那你就知道你过去生有禅定种性啊。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内心啊的相貌大方向两种，一个是粗重性，一个是堪能性啊。就是说粗重性的相貌就是昏沉掉举，也不是打妄想，打妄想停的就是打瞌睡，打瞌睡以后起来继续打妄想，你不能去把妄想跟昏沉停下来。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你一生当中你做了很多的定课，你持了几万遍的大悲咒，但是你的业障依旧如此的深重的原因，其中原因 的理由在这里，就是你内心当中没有堪能性。为什么有些人他坐在那个地方，他内心当中持一遍大悲咒，大悲咒在他内心，在他的明了的极静心中运转一次，就产生灭罪圣善的功能。其实我这个整天做早晚课，我楞严咒也持那么多遍，好像业障还是很重，就是你没有努力的对治你的昏沉掉举，这是这个问题。所以你内心当中对于法义的领纳受持思维的力量薄弱，就是吸收力薄弱，就像在你的肠胃啊没有力量，吃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消化。我们可以看啊，这个你稍微看看这个一个人的心思啊，看眼神最清楚了，看眼神最清楚了。你看这个老年人，你看老年人就知道一个人，你看一般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你看那个老和尚有什么差别？那个老和尚他也是身体衰弱了，老和尚也是坐轮椅啊，你看他的眼耳鼻舌身啊，器官也是败坏到不得了的境界，也是衰老了。你说那你休息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他的眼神啊，在家人色身败坏，两个眼神啊，也绝对是呆滞无光的，就是他一天他这个心性啊，在这个七八十年的尘劳中打滚啊，他累积很多的妄想。你看一般的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你看那个老和尚有什么差别？那个老和尚他也是身体衰弱了，老和尚也是坐轮椅啊，你看他的眼耳鼻舌身啊，器官也是败坏到不得了的境界，也是衰老了。你说那你休息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他的眼神啊，在家人色身败坏，两个眼神啊，也绝对是呆滞无光的，就是他一天他这个心性啊，在这个七八十年的尘劳中打滚了、啊。
他累积很多的妄想。所以老人家干什么呢？就回忆过去的妄想，整天就做这件事情。好，有人说是我年轻的时候我不想修行了，年轻的时候修行多可惜啊，应该好好的享受，晚年再修行。其实你晚年没办法修行的，因为你年轻的时候把心的这个妄想越累积越厚啊，到老人家的时候你没办法修行了，你是活在过去的妄想，你怎么修行的？跟你讲佛法你也听不进去了。所以从理论上说，越年轻修行越占便宜，因为你的思想单纯，你对治妄想事半功倍。好，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在生命当中啊，要创造一个极尽的力量来调伏我们的妄想。那么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你的妄想清薄以后啊，你不管持大悲咒念佛，每念一句佛号，每念持一次大悲咒，那产生的力量都是很大的。好，我们看讲义第39面。那么这个地方的藏禅定度有三颗，先看更一的不求教授戒。那么不求教授戒呢，是约着一个初学禅定的人来说的啊。我们先看有违患的情况，那么有违患分两颗了，先看忍一的然违患，看戒文。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未令心住，亦定其心，心怀嫌恨，骄慢所持，不易思索，求请教授，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时常违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能够未令心住，这个很难得啊，就是他厌恶这个善乱的境界啊，他说哇，修学佛法修那么久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妄想太重了，我现在下定决心要把这个心中的妄想把它停下来。他希望能够成就明了极尽的心性，希望成就禅定，有这样的意乐升起，而且他也采取的实际的行动啊，这意定其心啊，他就第一个善其所缘境的相貌，有一个所缘境，然后心以所缘专一安住，心以所缘相续安住，强迫自己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那么以这样的专注啊来修习这个禅定。那么但是呢，心怀嫌恨，骄慢所持，不易思索，求请教授。那么就的一个初学禅定的来说呢，他因为嫌恨瞧不起这个教授的师长，或者自视高慢，或者自己觉得年纪长老了，种性高贵了，或者福报广大了，看不起教授禅定的师长，来求请教授。那么这样子就有所违业，时常违患，换到菩萨的戒法。看忍恶，非常违患，懒惰懈怠而不请者，非常违患。那么你只是一时的懒惰懈怠而暂请的不请教授，这个是轻的徒具有罪。我们看开眼的情况，看心恶无违患。无违患者，若遇疾弊，若误气力，若知其事颠倒教授，若知多闻自有自力，能领心定，若先已得所应教授而不请者，无所违患。那么这当中有五种因缘呢，就是你自己有疾病呢，或者你身体虚弱，或者你知道你这个师长的教授是颠倒的，这个师长根本是不是在教禅定呢，他在教怎么气功呢，修这个调身的方法，那不是在修这个调伏心的方法啊，这个是颠倒教授。或者你自己有多闻的能力，你自己能够去阅读禅定的书籍，你就能够升起这个禅定的证件啊。多先已得所应教授，你已经对禅定的法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不求请教授是无违患的啊。这意思就是说啊，我们在修布施跟持戒的时候，心是粗重的。你去做义工，你去持戒，这个你不一定要有谁教授你了，你知道一个概念就可以去做了。但是禅定可不同啊，禅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修行方法，你不容许有任何差错。
说是一至山上路啊，细问过来人，你要到山上去啊，你不是拿个镰刀自己去开路的，不可以的，你要问问过来人啊。所以修习禅定啊，在智德大师说，你要善知通善，你要知道修行禅定什么是通，什么是随顺禅定的因缘，什么可以做啊？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呢？哎，可以做，做了帮助禅定。有些事情是善，就是障碍禅定，而这些都是要求请教授，要有师承，不是说你这个找一个地方啊，双腿一盘，两个眼睛一闭，就可以修禅定了，这容易走火入魔的。你这个地方就是你一个初学者应该要求请教授了。再看根二的不除五盖戒，那么前面是业着初学了，这个是业着正修，正修的时候有烦恼升起了，有这个贪欲嗔恚睡眠调局跟回跟疑，那么这五种烦恼升起不加以对治，就烦恼这条戒。那么先看信一的别名贪欲盖，看张伟焕，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其贪欲盖忍受不舍，四面有患，有所违业，十障为患。那么当这个菩萨呢，他已经如法的求请教授，他也知道这个禅定要以什么为所缘境，而且慢慢的强迫自己，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就强迫这念妄想的心专一的相续在所缘境上。但是问题来了，就是你一专注的时候啊，你这个内心的烦恼它就反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打佛机啊，越打佛机啊，烦恼越重，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把这个烦恼会先逼出来。那么升起什么烦恼呢？升起贪欲的烦恼，就是你在修习禅定之前啊，曾经在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五欲的境界啊，这些可爱的境界啊，有一些可爱的经验。那么现在修禅定的时候呢，这个贪欲的境界现前，而且你忍受不舍，不断的攀缘回忆，不想去对治远离，这样子就还到菩萨界了。忍恶无违患，无违患者若欲断彼升起要欲，发勤精进烦恼猛力，必以即心时时现行。就说你已经知道这个贪欲的过失了，而且你经常用无常观跟不净观来对治了，但是烦恼炽盛啊，过去一生欣喜的太重，那么时时的现喜，但是你已经具足惭愧，也在努力对治啊，那么是暂时无为患啊。佛陀是给你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烦恼炽盛啊，过去一生欣喜的太重，那么时时的现喜，但是你已经具足惭愧，也在努力对治啊，那么是暂时无为患啊。佛陀是给你一些进步的空间。看心恶的列仪四盖，如贪一盖，如是嗔恚昏沉睡眠调局恶作，其一盖当之一耳啊。那么跟前面的情况一样，嗔心啊，前面的贪心呢、啊，是针对于可爱的境界，这是不如意的境界啊，就是你可能跟某一个人结恶因缘，就禅定的时候啊，就想起这件事啊，这个人真是对不起我啊，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如此的啊无情，那么这个是嗔恚，或者是昏沉睡眠，或者是调局啊，这个对所缘境呢、啊、不极尽啊，误作，这个误作是追悔的意思。